今天是周二，现在3:30。过去的两周一直是下雨，还有多云，都没有机会出来爬山或者走走之类的。今天的天气还不错，这风就比较大，所以还是决定出来走一走。前一秒还是烈日当空，然后后一秒乌云就遍布满天了。这里就出现了两条路，走哪一条好呢？其实是三条，那还是走这条好了。走了那么久都没有遇见小动物什么的，奇怪的是这边的步径好像连松鼠都没有很多，这一路走来都没有看到，只有一些鸟叫。对的方向走，因为昨天下过一场雨还不小，所以这一段路就变得比较难走，因为比较湿，泥土都是松软的。这山坡度不是很大，但是还得爬得气喘吁吁的，看来是运动量太少了。走得挺快，前面就是河边了。从这里一直走下去，然后下到这下边的话，就可以去到我要去的这条大路了。哎，开始有点下雨，这边乌云密布了，所以
赶紧下山吧。我们就来到这里啦。这个是一个教堂来的，刚才我们就在这上边。